陈文茜文茜的异想世界。最近呢，好几位重要的音乐评论人呢、啊，都选择了过去百年来最好的几个专辑啊。那选出来的呢，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些人物啊，包括李宗盛的专辑，包括罗大佑的专辑。结果注意到有一个女孩子陈珊妮，都被他们选入在这个百大或是十个最好的专辑之一的女性的创作歌手。陈珊妮呢，大家讨论的焦点本来说为什么没有蔡依林，一个通通都没有，但是陈珊妮大家对她没有像对蔡依林那么熟悉啊，但是她过去呢在台湾的音乐创曲这个创造的整个关于音乐创作的各方面的这个领域里头，许多人对她是相当竖起大拇指的。她的背景也很特别，她是祖籍是中国上海，在菲律宾出生，是当地第三代的华侨。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所以就跟着他的爸爸来了台湾。他是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所以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作他的词跟曲。但是我们特别来访问这位女孩，这位聪明有才气的女孩子啊，她最近出了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的名称也非常适合现在的我们。如果有一件事重要的，好，那这件事是什么呢？陈珊妮说，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就是陈珊妮的音乐，因为人生就是应该回归到音乐的本质，写一些美好独特的歌，诚恳地把每一个声响里的小细节做到极限。这是陈珊妮的音乐，我们来听听，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相亲。